สี先生學笑史先生種香蕉好叻，仲識整最好食嘅香蕉小食。不過佢嬲個樣都係最得人驚嘅。佢嬲嘅時候樣好得人驚，面好紅，眼好大。佢一嬲，人人都走曬。佢老婆、仔女、朋友都怕咗佢。啲動物雞飛狗走，佢小小事都會嬲。啲嘢種得唔好啦，頭髮剪得唔靚啦，電視有問題啦，咩嘢都會嬲。有日史先生唔開心，冇人知點解。但係佢見到啲香蕉好靚，佢話啲香蕉好靚，可以整好好食嘅小食。佢開心少少。呢個時候有好多馬騮跳過嚟，跳到史先生鍾意嘅香蕉上面。史先生又嬲啦，佢好嬲好嬲，嬲到面好红，脚都好红。马骝话：怕咗佢，我哋走啦。佢哋一路走，一路將啲香蕉皮掉落地。史先生一路追，一路鬧。點知佢踩到香蕉皮跌低咗，佢想爬起身再追马骝，但系佢唔小心又跌多一次。佢嘅口同面都系泥，
这个时候马骝已经走了了。史先生望住自己，眼耳口鼻手手脚脚，衫裤鞋袜都是礼。他觉得自己的样子好好笑，一开始是嘻嘻笑，跟住是呵呵笑，最后是哈哈哈哈，笑到有眼水。他笑得好大声，连马骝都嚟睇。他笑得好大声，大人细路个个都过嚟。大家冇听过史先生咁样笑，史先生一直笑，哈哈哈，大家都跟住佢笑。马骝笑，香蕉笑，大人细路，只只动物都一齐笑。原来笑是咁开心嘅，而家佢有时都会嬲。不过都中意笑，佢系笑得最大声嘅。